当下加油的那一秒最好是真诚的，我加油完了我才继续滑手机啊。雷的，耐雷好还是耐？不是都要吗？还是都插好了，可恶！纹身，纹身。龙在吼的时候会额外的加伤害。Yep，骗我？是吧？耐力技，满时彗星率上升。哦，好，那就不一样。但是底力，我记得有一个叫什么？全开珠，我记得有一个，一个是我刚刚讲的灭尽的。你等了三场，没事没事。我是挑战者啦，真的。我精神，我没有觉得我今天精神比较好。哎，不会，我每次跑完步回来都很想睡觉。暗灰的还好，然后我。那几把而已，干死你啊！大干爹的光棍，干死 ！Hello， 缇娜。啊，挑战，挑战者很好玩欸，吼一下，妈的！哦，全身充满了力量啊！再叫，再叫，继续叫，多叫几声来听听。上次看到姚逸曼，对啊，据说姚逸曼到底，我到现在没抓到女王，换个床。还没下来，在下面打，我比较喜欢在下面打，等他下来吧。我是不是该带个睡眠蛋啊？我就回去带个睡眠蛋好了。对，我这边有带吗？睡眠睡眠。我看。好摇啊！臭屁呀！感觉就是个天气，上面会有白色小鸡。白色小鸡。小鸡。我播完过来看了，基德，那他叫怪盗基德，哦，怪盗基德，那上面有，他来了，有点大只哎，我要不要先让他睡睡看啊？好啊，好，等我到，你们先打，先打，啊，哦好，你们先打，先打。等会找时间让他睡。好久没打他。他不是能不打就不打的类型。想打对啊。我打不到他的头。啊，有点。看。那一直跳，
打睡眠弹啊。好，打错弹了。所以你打了吗？打了。再打。再两发吧。没空。空。空两发。所以你要回去、欸、哦，算算算算，静静忍住。嗯，哎、欸，我打哦，好，啊，你打，你用那个扩散的，你不要再把先叫醒，好，继续，打不到，哦，好烦啊，我的聪明打不到他。我没吃饭哎、欸，突然想到，快去吃，回去吃啊！没吃饱，哪有力气减肥？啊！说好不提减肥。哎呦！干干干干干！嗯，好、啊，你可以回去补子弹了，再见。好烦哦！我想说我往旁边滚，应该没有打雷啊，打雷，要不然？好、啊。啊！我马被吸啊！哎不，结果反正不会玩，就我们也是来累的。对，我们来累的、欸。哇塞！哎、欸，你要看一下输出，搞不好他没输到啊，都我们。啊！我的水。只是我们都太贪了。真的贪了，忘记这只不能贪。要等他死，要等小雨死掉还是？要嘞。要死掉、啊。我捡回来了。啊！出去。不要呛嘛，我也嗑了一颗蜜药啦。喂，果然是，还好我没吃。好险！喝了一颗蜜药，敢在帐篷里，我是超亮的，不知道干嘛。还记得？真的，这套超冷的，但是这套看起来超亮。啊！带爆破筒子组合，失败没关系啊，一直都在失败，哪有差啊？无差的我，杀猫又不是第一天的事。对呀、啊，哎、欸，我的猫猫回来了。啊，不能去，好吧。打完再去看我的猫猫。那我跑两天步，只有感觉好像我水肿没那么严重。没有打天笑，大锤大锤子。哦，我被丢包了。我被丢包了，被丢在上面。应该是至少我去跑步有正常在流汗嘛，因为我是就不怎么流汗的人。啊，我是暴汗型的。我超级不流汗的、啊，然后就不流汗对身体就不太好。是啊。现在可以穿雨衣，然后就会流汗了，跟包那个保鲜膜一样。很不舒服啊。开咯，呼呼。可以啊。打到，对不起。拜。我还记得怎么玩吗？哇！
扁到脸了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我还没喝药，对不起。重来，我们重来。看你为什么打我？啊，在路径上。你要跟我，你要跟我讲，我射了哦。我，哦好。等一下，我会注意的。一点呐、啊，你不要用一只眼睛看。不知道单眼去瞄后面就准吧？没有哎、欸，你真的没当过兵的。我没当过兵，不好意思。其实用单眼你去瞄的话，你会发现说更难瞄，人的眼睛。因为视觉会有视觉差。对。哦。你左眼看到的东西跟右眼看到的东西要两个综合起来才是，要、啊、不然剩两只眼睛给你。是是是。看米娅。受教了，受教了。看米娅。啊！我都挥不到他，好惨！哎呦，不要电我！哎呦，哎呦，那他躲哪里耶？哈！超凶凶！太雷啊！哦，你是说那个吗？哎、欸，他怎么拔掉啊？我以为我一直斩裂他。哦，突然拔的侧甲才对啦！哇，我一个侧甲弹打了五发、啊，好爽啊！对啦，难怪插电喽！感谢你。我汗腺不发，不是啊，他们不是说，就是有一个说法是说，如果你的汗腺就是平常没有正常在使用的话，它会慢慢退化吗？所以你平常越不是，就是你平常越不流汗的人，你就会越来越不容易流汗。那我知道了，把舌头伸出来排汗。看我是狗吗？汪汪！有听过，神奇什么？哇，中弩这么猛，雷电都可以扛下来了。方向吧。所以你这次不走那个睡眠路线的是？要睡吗？可以睡啊。对啊，睡睡。雷老师，阿不是可以挡？阿不是要挡，阿不是阿不是挡。我滚圈我就不能挡了。我滚圈。哎、欸，没有那种闪电，你要还要看哪边雷电过来，然后看错的话就耳白一样。那个退化是一级，你有没有记住？你要想，我都已经多久没运动了，对吧？我没有在读书之后就没有在运动了。晕了！你懂？没有，我有耐雷衣。没。喝咖仔，好李家仔。看不到他。体力要没有。拿水。